杨丞琳近日被网友批评跳舞时脸部表情有时太过狰狞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对此，丁宁在脸书发文力挺杨丞琳。丁宁表示：“我跟杨丞琳不熟，但是我真的对她印象深刻。”她透露之前两人合作过电影，当时开镜在一个社区，有一个管理员拿手机在拍杨丞琳。接着看见杨丞琳走向前和对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请不要这样拍我们，我们有我们的隐私，请尊重我们。”杨丞琳的举动让他很惊讶，因为像这样不讨喜的事情通常都交代助理去处理，因为尽量不要得罪人。但是他觉得杨丞琳没在怕，觉得不对就是不对，让丁宁因此对杨丞琳刮目相看，大赞他是一个很勇敢正直的人。Bye.